总统蔡英文百忙当中亲自现身，就是因为国际领导品牌的日益冷气特别发表了2024最新的冻结洗净新科技油污去除功能，可以用高温融化机体内部的油污超级强大，还有电离科技也再升级，除菌率超过了 99%， 太厉害了。全系列变频家用机种都标配冻结洗净科技，包含业界唯一标配冻结洗净的窗型冷气，在能效方面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，绝对能带给消费者省电又舒适的空调体验。还有一年一度的日益冷气大赠送也推出了多达七大的世界品牌好礼，感恩回馈，搭配政府的太旧换新补助以及货物税的减免，最高可以省到5000元，即日起到4月30号为止，要买要快喽！爱达电视综合报道。